跟着我深呼吸，听着方向前进。怎么都听不到我的声音啊？对呀、啊，你有唱吗？这一首要快来了。哦，好。还没，还没，还没。到你了吗？到你了吗？还没。还没有、哦，还不是哦，来了。我爱棒棒糖，我爱棒棒糖，我爱棒棒糖，这里都是我。那老鹰的英文叫什么 ？Eagle。那两个老鹰叫什么 ？Eagle 是叫两个。文达刚刚讲笑话，你们没有笑。那个老鹰叫都是壳。小热狗，因为我们的静姐姐没有来过垦丁，所以我们要多在垦丁绕一绕。没错，其实我们也不是说要去买油，我们昨天是故意输的。买油漆是为了要进恒春，对，因为其实垦丁很远，真的，因为垦丁跟恒春就是一段距离，很多人都觉得是差不多的地方。好贴心哦。恒春呢，它是有保留一些古城墙，哇，蛮帅的。你们好了解哦。而且我知道恒春有一间蛋饼店很好吃。真的？还是说我们改成去恒春美食买蛋饼？我希望你一次来到垦丁就了解所有的事情，好，不然就白来了嘛。真的耶。你在垦丁的印象是什么？一座桥，这怎么动？还有一座桥跟一座桥。我真的觉得这时候必须要一些。歌曲来振奋我的人心。来喽！这首歌会变叫《新桥》，以后没错，这首歌就叫做《新桥》。看到了没？最阳光的夏，是这样的。笑脸，笑脸。心疼夏天了。最阳光的。第一次遇见阴天，扯出你侧脸，有什么故事好想了解？我感觉我懂你的特别。Everybody， 一起唱。你的心有一道墙，把我放心里闪烁，偶尔透出。暖的微光，就算你有一道桥，我的爱会攀上窗台盛放。打开窗，你会看到悲伤融化。哟，我要请大家跟着我一起深呼吸哦。跟着我深呼吸，听着方向前进，创造出无限大的奇迹。跟着做自己，那你不是原唱吗？上的跟不上哦。自己的专辑自己跟不上哦。怎么都听不到我的声音啊？对呀、啊，你有唱吗？这一首要快来了。哦，好。还没，还没，还没。我已经。到你了吗？到你了吗？还没。走了，结果完整首播完都还没有到。已经过一大半了。还没有、哦。还不是哦。还不是啊、哦。快要念了吗？来了。我爱棒棒糖，我爱棒棒糖，我爱棒棒糖，这里都是我。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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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们这一趟比较硬哦。这个拉二其实是你们这一组比较硬。黄金葛。对。上次比较。上次可能太爽了。他都没有体验到，他这次来他又
这么爽，还是被观众渐渐淡忘。渐渐淡忘，你只是比他效果好多了。管到别队去，因为我怕这一集我们的画面太多，太多了，对不对？对，就是一早起来就有画面。好，我们的，我们的险哦，都在浅浅的地方哦。就是抓一些沙子起来，哦，它这样叫晃一晃，就是这样，对不对？有没有看到？哦，我们目标十五颗哈。好。哎，来，吹掉，一颗一颗。开的。哇，好冰凉哦。啊，为什么还要人表演才艺？都要音哨，吹啊，大笨就会。所以你吹了，老鹰会来吗？上空在盘旋。哦，上盘旋。那老鹰的英文叫什么 ？Eagle。那两个老鹰叫什么 ？Eagle 是。叫两个。文达刚刚讲笑话，你们没有笑。我在跟静静聊天。对。你们是不是都偷吃蛤蟆，然后就给它丢在这边了？老鹰都是壳。它的蛤蟆是海水的哦，对对对，线那生态线的老鹰，对，它叫线，叫热狗，很热的老鹰。妹妹，我可以给你换位置吗？好，有太阳了，是不是？不是，我是怕你们太热。